嘿、hey, 大家好，我是陈浩。来开头这边我们就先看到了精灵求之力，而精灵求之力紧接的大图，哇哦，路基亚，哇哦，黑色裂空座，再加上一只铁火辉夜，三只五星的 ，Oh my gosh，OMG， 天哪，何等帝王般的享受啊！哇，这一幕呢实在是太帅了，肯定呢会名留青史啊。那现场呢不外乎啊就是一堆羡慕的眼光，欢呼的声音呢、啊。那最后呢他选的是谁呢，我们就给他看下去。如果是你这三只你会选谁，可以在底下留言，好幸福的选择啊。 OK， 那这边呢选了一个月亮伊布代表我的心，看能不能代替月亮惩罚你们啊，惩罚这些黑色的家伙。好啦，既然选月亮伊布，当然就是要 PK 那一只黑色的异色裂空座啦，直接不买梗啦。来看一下呢能够按到多少啊，最多最多呢我是看到按到311啊，但是按一个233实在是没法交代。来，裂空座出来吧，在天空中盘旋等着降落。 OK OK， 各位观众，洛奇亚啊，吓到了吧，哎呀，他是选择洛奇亚啦。那如果是我选的话呢，我可能会选也会选洛奇亚，没办法，人气呢这三只呢肯定还是人气的话，我觉得裂空座可能比较高一点吗？但是因为裂空座的技能不太好使唤了、啊，那至少洛奇亚还是 W 招式啊。但是呢，洛奇亚呢是超能力系加上废弃的 W 招式，也没那么好用啦。所以这三只，论使用度来讲，可能都没那么好用，但是帅就完事了，对吧？那我们这边呢，一样哇，派出中炎狼人再加上洛奇亚。那这是洛奇亚呢？是洛吉亚还是洛奇亚？我小时候记得是念洛吉亚，但是不知道怎么长大了，世界就变了，突然变成念洛奇亚，是有点不太习惯。好，那看那这一只呢是一弹的洛奇亚，一弹的洛奇亚相当的弱，相当的弱，什么技能都没有。那么看一下中炎狼人Z 招式能够按到多少？先来旋转一下，加个10。下，哎呦，28，上啊，上62，79，各位 ，Oh my gosh， 79哎，超会按哎，天哪 ，OMG 啊，这个是力招式达人哎，我还没有看过这么高的，直接按到79，就算有这个加持，我大部分都看到的是75啊，居然真的有79，好狂啊！来吧，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时间非常久的动画啊，看个动画片。啊，这个时间，这个动画真是非常久，打下去超群血量直接喷掉了2/3。来，再换呢这一只洛奇亚，我记得以前还有露奇亚，这又变成洛奇亚，然后说啊，这样洗吧，这个翻译真的是有够麻烦的。好，那第一代的洛奇亚的攻击是飞行属性。非常非常非常不太需要的一个技能啊，然后是飞行属性的技能，打点相当的低。看一下洛奇亚打速，洛奇亚哇，血量只喷了大概只有1/5不到，可能只有1/6啊，攻击能力呢真是相当的低。来看一下对方的洛奇亚的进攻威力50，预知未来，哇帅哦，要来了来了 ，bang， oh my gosh。直接打下来，麻麻哟！旁边的中年狼人直接当场嗝屁呀、啊！哦，没有没有，锁血锁住了，各位锁住了哇！来这一把呢，打下去就可以看一下精灵求之力了，20。那洛奇亚呢是什么都没选到，能躲过吗？坚实攻击应该躲不过了。你要是躲不过的话，就得乖乖下去超群。OK， 捕获时间，紧张了，刺激了，各位，这一把精灵球之力，我整天都还没看过有精灵球之力转到大师兄，还没有任何一位，有没有机会呢？来看一下左下角，哦，是高级球欸，哇，高级球也不错啦，高级球欸，至少旁边那个矮不隆咚的可以抓掉吧，来看一下高级球有没有机会呢？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咔清，哇！旁边都咔清了，你这个洛奇亚现在才跳出来，天哪，真的是会折磨人心啊，那这个没有交换机会相当的可惜啊。那有没有机会再遇到一次呢？二战五星加上两星七颗星，能不能够再给一次机会？二战有啦，各位，因为现在的这个机台里面有三只五星啊，你这个二战呢
就是什么，而这个16/3的机会，几乎是1/5的机会一定会碰到五星啊。只不过呢是谁呢，哎呀不知道，但有没有可能双五星，有可能啊，因为三只五星都在大图啊。来吧，有没有机会双五星，然后呢再用精灵球之力直接转一个大师球，两只都下来，难道是黑暗裂空座？哇，是波克基斯，哎呦四星啊，五星加四星波克基斯啊，看一下能不能抓到吧。哎呦我的天啊，哇哎，这个波克基斯的颜色跟这个洛奇亚是一样的，都是白色白蓝地的组合，但很可惜哎呀没有这个洛奇亚再次现身了，不然的话也是蛮帅的。好的，来洛奇亚换你进攻啦。20裂空座弄出了防御啊，来气旋攻击。这一波呢基本上啊中原狼人是要去啦，不过看一下能够最后消耗多少伤害。气旋攻击打出来的伤害是两个都命中要害，但是就是这么的弱，就是这么的逊，那伤害呢无干的没嘞。哎呦，我们的中原狼人还是有机会再进攻一次的，而且岩石系呢打对方两只飞行属性，也许这只中原狼人能够笑到最后，有没有可能，有没有机会来转到一个十天呢、啊？不过呢，对面是没有魔啊 ，no 损，什么都没有，坚持攻击，能不能够命中？命中至少打到半血以上，表现超群 ，OK， 两个的血量都只剩下1/4啊，将近1/4到1/3。来，洛奇亚呢再抓住一次进攻的机会，攻击轮盘。转一个高一点吧，哇又是十的伤害可能不足为奇啊，而且呢可能也是挠痒痒，毕竟呢刚刚呢已经命中要害，但是打出来伤害呢其实也不高，就那么一咪咪而已。来气旋攻击只有十威力，打到了命中，两只都哎呦波克基斯是下去了，但是这个黑暗裂空座非常的生气，非常的可怕，来了他会转到多少呢，35，中原狼人差不多就要下去了，会不会连洛奇亚都被加下去了，有没有可能直接被打下去，很凶很凶，裂空座来了，龙星群流星群才对，这一只裂空座呢是龙属性的技能，龙属性的打点还是 Oh my gosh， 两只都拜拜的情况下该怎么办呢，拿出了一只裂空座，不会又要再拿出另一只吧，哎，已经看到了绿色的卡片，三只裂空座同时盘旋在空中，难道是裂空座？那么再换另一只，难道也是裂空座？那一只呢是可以 mega 进化的，不过就要先看一下有没有机会、啊、先跑出那一只可以 mega 进化的，我们就可以看到呢三只裂空座啊。好的，来吧。来吧，三只裂空座的场景准备出现了啊、哦！攻击轮盘，哎呀，结果这个呢是这一只裂空座是不会进化的，很可惜，先跑到了这一只流星群。那么对方的异色裂空座就是复刻这一只啊、哦，这个是传奇，有点忘了，但是呢就是复刻这一只，所以呢它也是只有流星群的技能啊。表现超群，直接收掉。来，各位观众，哇，今晚最高潮，呀，没有机会，直接收掉这只裂空座的异色裂空座。奇迹道具奖励，再一次高级球可能就可以收下。哎呀，居然是超级球，很可惜，很可惜，居然是超级球，转到了也是超级球。不过还是有机会的，看一下，来吧，一下，两下了，各位。三下，咔清，哦，两只都爆开来，哎呀，可惜了，下面一位了，拜拜。